好意思，經理，琴日分區停電，咁我住52樓啊嘛，我琴日放工翻咗去，再落翻嚟都遲到啦。下次唔該你從52樓同我跳落嚟啊！攔啊！硬着头皮跟老板解释上班迟到原因，这只名叫老板昨晚停电，所以我必须迟到的影片一抛上网，立刻引起网友共鸣。影片中真实呈现停电会遇到的各种状况。我琴日咧分区停电，咁间屋黑掹掹噶嘛，咁我卸唔到妆，成晚都碌碌啲喎，咁我怕黑啦，屋企好似有污糟嘢咁啊。就算真系有污糟嘢，都惊咗你啦。搞笑夸张内容是网友嘲讽分区停电窘境，让老板不得不接受停电造成员工迟到。手机冇电，充唔到电，闹钟又冇喺度声。越秀区好似冇停电。片全都是网友自导自演，小成本制作，原本只想博君一笑，没想到让他在网络上爆红。而815全台大停电，网友也激发创意，嘲讽小英政府的用爱发电。有听说台湾都是用爱来发电 ？Check it out， 让朕来看看。又又一个开关就能大停电，真的让朕想不通。停电造成生活上各种不方便，不过这些酷搜影片的初衷是要提醒大家珍惜有电用的时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